枪。我们这次来到新北新庄的确信庄园露营区露营，这边的气温真的超级低，最高温只有10度，最低温只有6度，所以我们都穿得很厚，我还戴毛毛。大人现在在搭帐篷，我们现在已经进来帐篷里了。看一下这个窗户，可以看到什么东西？这边就是一个窗户，可以看到外面，但是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哈哈哈哈。现在妈妈在挂亮晶晶的灯条，好亮哦。等一下要准备看电影咯。光棒，妈妈现在在准备宵夜，好吃的泡面。大家早安，现在已经早上了，大家都要去吃早餐，所以我们也去吃早餐吧。餐厅的路上。